我是张若昀。2023年，我喜欢颜色是自由的。我是作品人赖正凯。2023年，我希望说话是自由的。你也是吗 ？Let's keep going。收看中天 Super 夜线，我是错别字赖正凯，请大家转到子频道来收看聊天室的置顶连结，点下去就可以飞到子频道了。最近有很多的网友朋友甚至不停的在问，为什么要到子频道收看？到子频道收看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现在就来告诉大家，24小时直播一直都是持续 live 的，影片没有办法封包，但是双开或者是子频道收看呢，子频道的影片是可以封包的，也能够帮助中天继续累积流量。实质一点呢，就是增加中天的营收啦，还有机会帮我们冲进发烧榜。而且子频道的影片你可以随时都回来补课，不像24小时的直播啊，你播过去就过去了，什么都看不到了。子频道的影片呢，更方便大家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好朋友看到真相，让中天的监督力量更强大。好啦，我念完这些，看到还有谁没有进来的，我现在逐一点名了哦。来，看到我们现在有嘉龙已经进来了，李慧莹，嘉龙我看到你了，你好，晚安。还有阿福、陈重庆、Alex 几乎好像都会每天来，我每次都看到你哦。再来，我们看到还有谁呢？吴鹏宪、吴明宪、李雅荣跟我们的张弘毅。好，我们看到持续廖帅你也进来了，很多人都持续进来了。还没点到名的朋友没有关系，等一下我还会再继续低头点名，好不好？请不要放弃，继续刷起一排背后铃，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子频道已经开始了。你要刷爱心也可以啦，刷背后铃比较好认，好不好？好，我们来看到今年啊，去年全国的税收呢超增4500亿元。那么行政院长苏贞昌呢，就在3号宣布，剩下的1800亿元要预留不时之需，以将来呢规划全民发现金。那么隔几个小时，总统蔡英文也承诺要发现金。不过对此呢，中广董事长赵少康就怒轰了，苏贞昌就是为了自己的阁揆保卫战，但普发现金，苏奎有弹书哦。他说称要有法源根据，预算编列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让国民党的立委赖世宝就怒轰，这根本就是卸责之说。1800亿还税于民，在新年的第一个上班日终于有谱。1800亿要预留不时之需及用来全民共享，我们规划在这个额度跟全民共享用发现金的方式，但这要有法源的根据和预算的编列，不是私下发红包。确定普发现金，就跟元旦总统谈话的风向球似乎不太一样。没想到隔几个小时，蔡英文的承诺也来了。两天之内大转弯，柯文哲逆风喊话：“今天那个仗就是一团乱了，这叫什么？还是希望小英总统能够做他该做的事，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都要顺从。”连绿营自己党内同志都集体唱反调，一度被解读成是逼宫。蔡英文显然无力主导民意走向，苏贞昌为了保住阁揆，不得不假戏真做。苏贞昌提出来是为了保他的行政院长的位置了。那蔡英文看苏贞昌提了，要赶快说好吧，好吧，就发现金嘛。你整个看就一出闹剧嘛，一出金光党员想骗钱的，结果没想到没成功，现在只好呢，这个将错就错，对他们来讲了，只好这个假戏真做，只好发钱了。苏贞昌元旦连假还召集阁员开会，抛出利多，同步启动阁揆保卫战。政府的钱要花一分一毛，当然都需要经过立法院的同意，立法院的预算程序。这个话有讲跟没有讲是一样的，可是他有提到要有法院的依据，这个就很吊诡了。这完全是一个卸责的一个说法，尽快安排在院会研会时通过，赶在过年前后发放，让人民感受到有政府顾人民。苏贞昌抢先当好人，就是为自己的官位，但全民普发现金势在必行，这球抛到立法院，就看怎么发，什么时候可以发了。记者郭向云轩台北报道。好，我们来补点名。刚刚有说这个1比5247，我现在补点到你了。怡杰你好，怡杰晚安。林威志，我看到你来报道了，好不好？晚安。还有谁呢？李毅黎吗？这个英文不太不知道怎么念。还有看到柔柔，你也刷起了一排的这个背后铃了。还有看到谁？有看到我已经点到你了，1比
5247，还有朱宏杰，你好，你好，晚安。还没点到名的没有关系，或者是其实也不用一定要点名，你可以直接把你想讲的在底下留言。我觉得有意思的留言，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我们跟这个刚刚的内容继续延续哦，超征的这个税收剩余1800亿元，多日来呢政策是反反复复啊。最新政府的表示呢，这1800亿要扣除一些不时之需，需要补发现金。对此，年轻人表示啊，这是政策在买票吗？还有民众就怒轰了，政府根本就是有牌的强盗吧。福院现在都表示了，超收的税额4500亿，扣东扣西之后呢，剩下1800亿，还要再扣除一些不时之需。那么呢，规划要全民发现金，民众怎么看呢？就是有点类似收买人心这样。哦，收买人。对对。就那本来就是超收的钱，不是本来就要还回去吗？他只是还给你，也是你自己的钱啊，所以你不需要太高兴。对，圣奴是有牌的强盗啊，是啊，是有执照的强盗，有牌照的强盗，然后光欺负我们这一些百姓，觉得不是德政啊，就是他先扣了很多，然后又再把它吐给你，而且他是吐给他一个是房贷补贴那件事情，对对对对对，房贷补贴就觉得蛮不合理的。他是退给有缴税的人，还是退还给没有缴税的人？他现在是说要全民发现金。所以就是不管有没有缴税都可以拿到这笔钱，应该是税缴很多的人会比较不平衡啦。很有趣，这话术讲的逻辑上真的是不通了。也有人认为政府不该普发现金，钱都给他了，他做最好的利用是最好啊，不要拿来政策买票嘛。我们缴纳税钱好有剩，那有剩我们该做什么？有没有什么需要的建设可以去做，而不是说就是好了有剩那来变成我选举的一张牌，不是说哦有多的钱那就来政府就来用这些钱增加民众好感，那等于说把这些钱变成你的选举经费，只是没有在这种中选会的规定之下，你就等于说你也在拿大家的钱搞选举啊。发现金哦，负债先缴一缴吧，为什么要发的？其实没有超收的问题，是政府官员是因为他们有 KPI 的问题，所以他们不可能把税的标准设那么高，所以他们把目标 KPI 设低，所以才会有超收问题。不然如果你真的有超收那么多年，为什么政府会没钱？为什么会一直需要举债？不过其实这税收已经超征6年了。超征6年，哇，超征6年哦，那我们政府很有钱呢，有点骗钱的感觉。就蛮意外的，可能而且大家都不知道这钱被拿去做什么用，或是进谁的口袋，或是之类的，有点太不合理了。哪里不合理啊？因为超收6年啊，对啊，然后这4500亿是有史以来是最高的。钱去哪里了？这钱去哪里啊？我比较 care 是钱去哪里。钱哦，就被政府花光了。就这样了。啊，这一些政府官员跟总统跟行政院长，他不知道吗？有世界上的总统跟他笨到这种程度吗？超征是什么样的状况造成的？这是不是正常的？啊，如果不正常的话，就是要修正这样子。直观反应感觉就是他们有拿，就是缺钱之类的、啊。但是他也没跟民众说明清楚为什么是已经6年了，因为6年好像是。民进党的执政时间吧，对啊。针对超征税收，有民众认为政府根本是有牌的强盗。我有时候都觉得这个辫子妹在问路人，一些年轻人他们的回答真的很有想法。有些时候题目我自己都不太清楚，他们竟然也可以侃侃而谈。好了，除了这个税有问题呢，还有一个东西有问题，就是高端疫苗了。蔡政府啊一路护航高端疫苗，民进党败选之后呢，检调就开始追查高端疫苗的内线交易啦。那高端疫苗背后藏有什么样的政府高层吗？柯文哲就炮轰了，高端从你一开始的采购到核准的程序，整个过程你都有问题，台面下恐怕有更多的猫腻没有被掀出来吧。端从20亿资本暴赚800亿，股票从30块飙到487块。民进党败选后，检调才搜索查内线交易，但柯文哲炮轰，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就怕背后还有黑手藏更多猫腻。不应当出现这种不正常的认证程序跟采购程序嘛，一定后面有问题嘛。台面上那里看到说啊，怎么那么奇怪？台面下一定更多问题嘛。执政弊端丛生，行政院儿少人权会谈到要做儿少国防手册，台东大学和育人高中的学生提议，看到。
克兰有400多万孩子受难，应该要让孩子有易懂的手册版本，甚至学辨别炮声，能自我保护。让高中生来建议幼稚园去辨别炮弹声，各界炮轰有够扯。它只有爆炸的时候才有声音，等到你听到爆炸的时候，你还分辨什么炮弹声音啊？现在谁还打炮弹？现在都飞弹呐、啊，飞弹你听得到声音吗？带所有全台湾幼稚园小朋友去靶场，然后打那个炮给他们听吗？网友炮轰，不管建议辨别炮弹声有没有被采纳，重点是台湾为什么要变成乌克兰？全世界哪个国家幼稚园的孩子悲哀到要念国防手册？为什么要我们弄这一份国防手册？为什么不是告诉我们如何磨合避战？几十年来台湾是可以不必有战火的，为什么到了今天会有战火？是为台独而战吗？为美国而战吗？来自于美国把台湾推上的战火。受创的经济、夸张的采购和凶险的两岸关系，执政者到底要怎么面对百姓？记者余胜行、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我看到一些许多人跑进来，杨小雨你好，还有李元跟赖秋梅，晚安晚安，该睡觉了。我们看完这个新闻就可以准备睡觉了。可是睡之前，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你会不会气醒哦？抗中立场鲜明的苏贞昌啊，抛出政绩宣传片时，有网友马上抓出一些小问题哦。他说啊，这个开场白狂学大陆的抖音软体，你连配音也舍弃了台湾腔的配音，而选择大陆北京腔，跟你这个抗中保台简直是打脸自己吧。看这个男人太狠了，上任行政院长第一天，为了挡个小猪瘟，宣布机场行李100%要检查。政院自制影片宣传苏贞昌的政绩，但这影片的用语和口音怎么和抖音上的大陆影片如出一辙？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男人名叫小帅。不止开场白一模一样，连影片最后的口号都发现浓浓北京腔儿化音。继续冲，继续拼，国家继续向前劲儿。政院赶紧说，这是用微软软体 AI 配出的旁白，不是用大陆软体。但是有网友马上抓包，这软体明明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北京腔大陆版，一个是台湾口音。苏贞昌选的竟然是大陆口音，若选台湾的配音是这样。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但苏贞昌选择的简体中文版本听起来便这样。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网友听到后嘲讽痛批，这种卷舌腔听不出来是大陆的，要去检查耳朵了吧？绿粉嘴巴说很讨厌大陆，其实身体蛮诚实的。苏贞昌满口拿扫把抗中，干嘛爱用你最讨厌的北京腔宣传政绩？过去陈其迈也是有一个像极了爱情，也是大陆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用语。当然林楚英哈、过去也被人家抓包，你在看爱奇艺的影剧。独独苏贞昌在用的时候，让人家觉得很恶心，因为你一方面在骂，一方面要禁止。一方面你又大力的使用，那可以看到民进党那种心口不一。民进党想进抖音，苏贞昌却仿效大陆影片抖音帖。你讨厌北京，却舍弃台湾腔，用北京卷舌音，这政绩影片狠狠打脸自己。记者余胜行、徐国豪 SNG 小组台北报道。你们觉得苏贞昌私底下会不会有用手机在看抖音的影片呢？说不定他看很凶哦。好，我们看到苹果手机呢，最熟悉的 Siri 这个 AI 人工智慧秘书的厉害就在于声音是怎么变出来的。其实微软有一款 AI 语音功能产生器，十分方便，只要输入想分享的内容，就可以选择男生、女生，甚至不同的职业、声线，展现各种不同的语调跟情绪。到底怎么做到的？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报道。蔡依林的跨年演唱会，蔡依林是一位著名的歌手。无论是说故事、唱歌或是 rap， 样样都行，用 AI 制作影音短片已经成为市场趋势。我今天选台湾女生，台湾女生是台湾人最常用的，好，我就按开始朗读。只要输入叙述内容，就能选择新闻、萝莉或少女语调，就能拥有不同的听觉感受。它可以帮你说话，而且你可以选择，就是说今天你要男生、女生，你要什么样子的声线、什么样子的腔调，比较搞笑类的这种，哦，它比较不太需要展现个人魅力的部分，它只需要去做一个知识化的呈现。哦，那如果你只是单纯要做这样子类型的影片的话 ，AI 就蛮适合。办了一个除夕夜团圆饭的活动，不需要庞大预算，只要利用一只手机也能制作。文章或内容的创作者来讲，他可能可以很快速的帮你累积一些内容的数量，而且他也有机会去吸取到比较大的流量。利用 AI 切换不同职业角色，就能切换不同情绪。不过使用 AI 制作宣传影片同时，个人色彩恐怕也被淡化，该如何在创意与产量中取得平衡，将是许多创作者将面临的一大考验。记者王主任、陈娇兰台北采访报道。
再过十天多就是农历春节，也就是兔年要来了。那么全台连锁百货龙头星光三月从1月5号开始呢，展开了不限日、不限店、线上线下刷卡都可以累积的金兔咖喱嗨正式登场。只要你手上有这个专属会员点数，搭配会员回娘家系列活动，就能够抽东京来回机票、特斯拉电动车，或是顶级豪华露营车，或者是兑换 Porter 包、随身包、登机行李箱，还有蓝牙音响、运动相机，也有联手台湾潮流公仔罗宾堂独家创作的兔年专属图腾 Nice Two。到信义新天地、台中中港店、台南新天地都有 Nice to Meet You 的空间展，还有醒狮的表演、兔年灯展，还有最有年味气氛的节庆活动。此外呢，史努比的恐龙探险、史努比的宇宙探险、救援小英雄波利、宝可梦，也是小朋友在过年期间不可或缺的活动哟。感伤的时刻啊，文青的地方啊，诚品信义店即将走入历史了。诚品生活三号表示呢，因为房东确认收回建物，诚品信义店将营业到2023年12月，大家还有一整年可以看，合约结束为止。诚品表示呢，虽然看似一段旅程的结束，却也是迎向新的未来的开始。声明指出呢，诚品规划创作亚洲最大的店点新店玉龙城与台中七期全新大店，都会在2023下半年与消费者见面，也会展开社区创新店，整合线上下的全通路，继续提供消费者24小时生活与阅读空间。这边有没有人去过之前东区的24小时诚品呢？在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很常去，半夜不睡觉的时候去那边假文青，不过是真的有在看书啦。好了，我们看到台湾第三波的疫情正在上升啊，但医师警告，美国正在流行的主要病毒株 XBB.1.5 不但传染力强，免疫逃脱能力更是史上最大，而且得过 Omicron 的还会再重复感染。由于不少的旅居美国的华侨即将要过年了，回到台湾了，结果指挥中心呢却把这个唾液快筛 PCR 的重心放在了大陆入境旅客，甚至还扩大到港澳转机。民众都说，这个根本就放错重点了，因为真正要担心的应该在美国才对。元旦开始，针对大陆来台民众入境唾液 PCR， 现在范围在扩大。指挥中心宣布，从1月6号到31号，从大陆启程经港澳转机入境台湾的旅客，必须持48小时之内 PCR 检验报告或24小时内抗原快筛报告。XBB 这个在东南亚的国家看起来是会比较多一点哦。那当然，我们跟美国的交流是相对的比较多的，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美国近期大流行 XBB.1.5， 美国东部盛行已经达到75%，全美则是有40%，每周有120%的增长优势。看到本土的部分，事实上检出的情形目前都是偏低，只有3例而已。但医师江冠宇警告， XBB 特性是一个感染者可以立刻传染给另外两个人，传染期极短，免疫脱逃力随进化而增强，而且更好锁定人体细胞。眼看不少美国华侨会赶在春节前返台过年，医师建议应该比照大陆返台加强检疫。我们也没有打算对这个美国来的民众做这个任何的新的这个检疫措施。真正要监控的其实是美国入境的一些旅客，这些才是变种病毒带到台湾的一个元凶，这根本就是一种抗中保台的防疫翻版。三号开始，台北市开放7.3万剂的次世代疫苗供施打，但次世代疫苗其实无法防范 XBB 家族的感染。目前是在世界各国，它是占了绝大多数的一个感染率。以及侵犯率是比较高。医师警告，在没有更先进的疫苗之前，也只能先打次世代疫苗来自保。记者周天杰、王一仲台北报道。新年假期要来了，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哦！除了洗手、戴口罩，也要大家记得带水神抗菌液。推荐大家这一台旺旺水神生成机，3分钟快速生成水神抗菌液，搭配在小型的喷雾器里面呢，做好全家出去外出的都可以做，非常棒的，省钱又安心。那么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010，在购买的过程中就可以享有更多优惠。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旺上加旺。宁旺纳福礼盒年节礼盒首选，还有聚旺包旺气加倍。选购旺旺年节礼盒，请上快点购。宁旺纳福过好年，就在快点购。
来自菊岛的尊荣味蕾飨宴，澎湖福朋喜来登，五星严选顶级海皇干贝 XO 酱，极致口感鲜甜海味，严选新鲜顶级海鲜，有肥美鲍鱼、新鲜大干贝、高档石斑鱼，秘制独家配方，拌面拌饭入菜都适合，一瓶在手，五星料理马上拥有，快点购独家组合热卖中，上网搜寻快点购海皇干贝 XO 酱，美味送到家。热爱爬山的淑芬主播，如果用这款黑色运动瓶来装大拿铁刚刚好。如果您也像千惠主播一样，下班就冲健身房，有一个能在办公室和运动时都适用的运动瓶真的很重要。像小麦主播一样忙碌的上班族，这款广口水瓶清洗起来让您省时又省事，简约又时尚的水瓶是工作与生活的小配件，让辣妻主播慧蓉一整天都有好心情。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 系列真空悬盖运动瓶，380ml 薄荷色，550ml 经典黑，380ml 拿铁色，真空淘洗杯共三款，即刻入手，请上快点购。有您的支持，中天 Keep Going。中天文创 Keep Going 2023系列呢，我们所标志的精神就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请记得带着勇敢与胆识同行，纵使遭遇千难万难，千万不要忘记初心，朝着心中的鼓声前进，永不放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Keep Going 的背景小故事哦。Keep Going 这个是中天全体同仁线上票选出来的中天精神 slogan，你们懂的，让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坚持下去。那么现在呢，就跟大家推荐中天 Keep Going 真空运动瓶，有 550ml 跟 380ml 两款，还有一款是 380ml 的拿铁色淘洗杯，三款对于上班族或是爱喜欢运动的朋友们呢，都非常的实用。如果你刚好需要一个水瓶，想要去运动的，放在办公室的，同时又能够支持中天的话呢，真的是一兼二顾，刚刚好。赶快上快点购中天文创专区，选购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010 零一错别字010，额外享有优惠哦。好，我们看到俄罗斯从跨年到元旦呢，对乌克兰全境发动猛轰，乌克兰做出反击，出动了火箭炮突袭乌东一处俄罗斯军营，俄方坦承有63人阵亡，但乌军声称击毙了超过400名的俄军，是双方开战以来最重大的一次反攻。乌克兰锁定乌东一处俄军军营，出动美制海马斯火箭炮击杀猛轰。Киевским режимом нанесен удар шестью реактивными снарядами системы залпового огня «Хаймерс»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США по пункту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локации одного из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й российск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 районе населенного пункта Макеевка Донец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这场堪称俄乌开战来最致命突袭，俄方只承认63人阵亡，但乌方宣称一举击杀超过400人，外界研判普丁势必做出反击，传出俄罗斯正使用可携带假核弹头的飞弹四处攻击，为的就是消耗乌军防空武器。俄罗斯从跨年到元旦发射超过20枚飞弹，无人机上还用俄文写着新年快乐，传出俄罗斯将自1月5号起展开新一轮动员，2023年继续和乌克兰战到底。俄罗斯官媒新年联欢晚会邀来一群官兵做台下欣赏，脸上却都带着像是演出来的笑容。主持人堆起笑，宣扬国家领土扩张，但对比台上演员载歌载舞，观众说看了忍不住发毛，这个新年晚会氛围极度诡异。记者综合报道。大陆在太空的研究计划是不断的突破，元旦时更站在太空站，更在太天宫太空站上面呢，举行了神舟15号的乘组员与京港澳学生会谈，并介绍了太空科研的成果。而美国 NASA 署长1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提到，中美正处在于太空竞赛当中，并且警告不能够让中国大陆以科学研究的为借口在月球上面画地盘。但是呢，对此啊，中国大陆的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就回应了，他批评美方官员言论不负责任，扭曲中国正常合法的太空事业，并且指出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太空，反对太空军备竞赛。大陆三位神舟十五号太空人元旦这天在大陆天宫空间站上和京港澳的学生们线上举行交流活动，并分享了太空科研的成果。我们航天员最大的梦想就是飞天，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也只有飞行和准备飞行两种状态。
不过随着大陆航太技术的发展，美中竞争也越演越烈，并将战场延伸至外太空。美国 NASA 署长尼尔森接受采访时提到，美中登月竞赛将在未来两年决定谁占上风，并且指出要小心中国大陆以科学研究为由霸占月球，据地为王。但是中国大陆在月球上实践的天宫计划，透过配合联合国所有人的太空项目，为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提供到天宫太空站实验的机会，却被美国当局批评是要霸占月球资源。不过美国登月火箭阿提米斯一号也曾因技术问题多次延宕。This is a brand new rocket. It's not going to fly until it's ready. There are millions of components of this rocket and its systems. NASA 接下来要推进的阿提米斯计划，其中两项任务并没有获得请求的经费，并且还在开发新系统及设备的阶段。如果发生重大纰漏，就会让美国的行动落后于大陆。反观中国大陆的天宫太空站计划发展迅速，可见美国重返月球的计划大大落后。神舟13号、14号、15号接力腾飞，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我们的太空之家遨游苍穹。美中之间的太空竞赛越来越趋白热化，再加上中俄之间合作将共同建造月球科研站，也让美国提高警觉，美中太空争霸战还在持续上演。记者李静报道。中国大陆的第三艘航母福建舰在去年六月下水之后呢，它的动向就受到大家的瞩目。根据大陆官媒央视的报道呢，福建舰渴望在2024年中或者是年底服役。2022年6月17日，舷号18的福建舰成功下水。它不仅是我国第一艘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弹射型航空母舰，更让人民海军迈进了三航母的新时代。福建舰是大陆国产常规动力电磁弹射型的航母，福建舰的副舰长就表示了，新的一年将做好试验、试航等等的各项工作。军事专家也分析了，试航包括了超锚的试验、高速航行转弯试验、作战系统测试等等等多项的检测。专家也分析了，尽管福建舰使用的是新的技术打造，但是有先前两艘航母，像是山东舰、辽宁舰的先例，福建舰的经验呢也会因此加增。那福建舰也很有可能会在一年到一年半左右便可以交付部队，极望有希望是在明年的年中或者是年末来做服役。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士呢，因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三号到了中国大陆进行国事访问。行前呢，记者会上他也指出，将与中方针对南海行进准则进行磋商。那习近平积极的在这新的一年施展外首元首外交，包括了巴西新就职的总统鲁拉，也表明了将在三个月内访中。法国总统马克宏、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纽西兰总理阿尔登也都表示有意访中。那澳洲更是在去年的年底就先派外长呢黄英贤访北京。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前往北京会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这是双方自去年11月 APEC 峰会以来第二次会面。在出发行前记者会上，小马可是也指出将与习近平讨论中非双边政治安全议题。I also look forward to discussing political security issues of a bilateral and regional nature. The issue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are problems that do not belong between two friends such as Philippines and China. We will seek to resolve those issues to mutual benefit of our two countries. 这次访问创下三个第一次，小马可是任内第一次访中，也是首次访问东协以外国家，更是2023年首位访中的元首，展现中非双方的友好关系。大陆国关专家指出，这次小马可是访华将围绕四大重点，包含中非关系将加速发展，以及检验两国一带一路合作的成果，还有双方人文交流的发展。而就中非之间在南海的争端议题，小马可是将和中方针对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一位菲律宾官员更指出，小马可是访问期间将签署一项协议，让马尼拉与中国大陆正式建立直接沟通管道，避免在南海发生误会或误判事件。中共20大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积极对外施展大外交，也在元旦新年致辞中强调元首外交的重要性。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这一年，我在北京
迎接了不少新老朋友，也走出国门，讲述中国主张。1月2号，巴西新总统鲁拉就职，习近平也致函祝贺，并表示双方担负共同重要发展责任，希望加强两国合作。习近平指出，中巴是具有全球影响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互为全面战略伙伴，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担负着共同的发展责任。巴西先前就宣布鲁拉将在就任后的3个月内访中，法国总统马克宏以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明访中意愿，而澳洲去年年底就先派外长黄英贤访中，纽西兰总理也表示有意与习近平见面。2023年随着大陆防疫松绑，习近平有意重回世界舞台，积极拓展外交。记者李静报道。国民党中常委萧景田卷入了新任台北市议员林姓儿的涉嫌买票案件，因为被约谈未到案而遭到了通缉，通过了4天才主动到案。检方认定呢，萧景田的嫌疑重大，有逃亡串证或者是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士林地方法院晚间开庭，裁定以800万元交保。好，我们再看到位于屏东恒春的三军联训基地，常常会有实弹的演训。元旦3天的连假呢，居然有沙滩车业者冒险带游客到基地里面飙沙奔驰，当地居民就气炸了，说演训的时候吵不够，现在又有业者来飙车，难道国军都不用管一管吗？让业者这样子亲门踏户。沙滩车在草原上奔驰，就算警方到场，业者也不在乎，让游客飙好飙满。但这地点可是三军联训基地，让当地居民气炸了。这车都往下停啊！遭到居民抗议的地点就在屏东三台山周遭的三军联训基地，这里不时有直升机或装甲部队进行演习。元旦连假3天，业者居然违规冒险营业，把客人带进战备道路畅游，痛骂业者根本就是在国军管理的土地上亲门踏户。抱怨当然就是噪音嘛，也是尽力跟地方业者跟他沟通啊，请他不要再进去了。屡次是这样，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按照依法告发，针对该业者是否违规营业啊，及是否进行裁处。原本演习有炮弹的噪音跟震动，已经累积不少民怨。这回沙滩车飙草玩耍，连当地人放牛要吃的草也都被压死，难怪居民气炸，要军方表明态度，别把国军土地让业者放任使用。记者张春华，屏东报道。我们先看到网友说到这个导播组跟大家打招呼了，导播组当然还没下班啦、这么的辛苦。我们看到还有很多人进来了，像天地不容，还有吴秋香，刚刚点到您吗？廖淑玲跟我们的庄英英、中华也进来了，还有詹先东，看到你了。好了，除了导播组很辛苦之外呢，还有谁很辛苦？长荣的行情啊，请假持续抗争，持续的延烧，但资方的态度很强硬哦，表示因为疫情亏损，都已经很努力在发年终了。不过呢，就有机师工会也忍不住跳出来护航，表示说长期因为人力的缺口大，因此员工不断的替公司免费加班，许多的货运也是由航勤人员一件一件的扛上飞机的，不公平的待遇让长荣航勤跟桃园空勤酝酿在春节联手继续的以合法的请假方式瘫痪春节的疏运。机场旅客按时间报到登机，经过长荣航勤跨年到元旦的4天请假抗争。桃园机场看似一切运作正常，但其实日前两大航空地勤都酝酿联合再上演一次集体请假。因为长勤资方以长荣航空赚钱是因为货运部分赚钱的说法非常不以为然。那航勤的工作很多就是搬运装卸，我们也是非常辛苦，在机坪上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钱都我们公司在赚，然后说他们亏损。长荣航勤的内部工作画面曝光，人员接力搭起输送轨道，接着将货物一箱又一箱的搬进机舱内，绑绳固定。画面足以证实货运部分也都是他们在处理。但是长勤资方的态度强硬，表示公司面临前3季的亏损，去年已经调整津贴和薪资，年底也已经努力发了年终，但是这说法连机师代表也看不下去。加班也不能换成加班费，也只能补休，因为人力缺口不足，又没有办法休到，等于是免费在帮公司加班。那年终奖金其实只是最后一根稻
跳槽。长荣行情事件未完，下一个未报，但是华航投资的桃园行情工会也一口气提出了六大诉求，包含夜间津贴、操作津贴、技术津贴要调整，连薪水也希望调高4%。其实公司营运在好的时候，他也不会主动跟我们继续谈这个所谓的团体协约的部分。两间航空公司打算联手在农历春节及228连假空运最繁忙的时刻再来一次合法请假，主管机关只能道德劝说。集团整个是赚钱，但是子公司是受疫情的影响，而不是说员工没有认真做事，所以我是觉得这部分集团必须做一些协助，这样不会让它发生。春节倒数，不少侨胞会返台团圆，也有民众已经安排出国计划，若真的罢工瘫痪机场，带来的影响超乎想象。记者是熊嘉宇台北采访报道。去年的全国税收超增了4500亿元，朝野就纷纷喊话政府要把这个税啊还于民，但是苏奎终于松口了，可动用的1800亿中呢，部分会预留不时之需，剩余的将规划以发现金的方式全民共享。但是为何4500亿超增的税收先要拿去补贴台电的亏损？有人就发现了，光是在去年台湾购买天然气的费用竟然就超过了5800亿元，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等于是两座核四厂的新建成本。收超征4500亿，执政者终于松口，要还部分给百姓，其中700亿要还给地方，1000亿补贴劳健保和电价亏损，以及1000亿强韧经济，剩下的要这样使用。1800亿要预留不时之需，即用来全民共享，我们规划用花现金的方式。终于决定全民共享，1800亿若全普发，每人大约可领到7800元左右。但为何4500亿超征的税收要先拿去补贴台电亏损，无法全发？有人发现，光是去年台湾购买天然气的费用竟然超过5800亿，这等于是两座核四厂的新建费用。过去蔡英文曾嘲讽盖一座核四比上火星还要贵，如今网友痛骂，搞半天你蔡英文买个天然气竟然可以上6.9次火星啊。台电2600亿在亏，还不是用全民的钱来养这些利人大户嘛？我们台电的电啊、哦，大概2块多，跟他买，跟利人大户买要5-6块。税来补贴这个电价水价，这表示什么？你是在补贴那个用电大户啊？这到底有没有公平性？今天那个账就是一团乱了。你只要把核四重新启动，你就不用补了嘛？你明明可以不要做这些这种烂事的。过去蔡政府坚持不发现金，要花20亿印3倍券，如今为何突然愿意退让发现金？过去想说哇，孙元昌真好哦，发现金，要不是逼不得已，怎么可能？根本跟民生无关，就是为了保命，就是为了保江山。老虎啊，就算流再多的眼泪啊，它也不会变成羊。不少人呼吁，最好在过年前就发现金，政府摆明多收的钱，百姓想讨回来还真不容易。记者张正明、陈怡蓉台北报道。我们看到杰帅就说到这个政民进动以为发钱就可以买到选票吗？那也有人提到说这个詹先东讲这个政府就是在抢劫人民，你们认为是不是？是的话帮我加一，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情。天气变冷了，传出中油的桶装煤油大缺货，中油就表示了全省有9处直营加油站可以提供散装煤油卖给民众，不过就是有民众不满，他说我自备环保杯去买饮料买咖啡都可以打折了，那为什么现在我自备这个空油桶去买这个煤油却没有打折呢？那这样子的价格是不是有点奇怪？这样子的说法你觉得怎么样？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那接下来也一起来看看这则新闻内容。加油站除了可以替车辆加油，还可以购买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许多民众都会前来购买煤油回家取暖。不过，却有民众爆料，前阵子寒流来袭，中油的桶装煤油大缺货，就连何时到货都不知道。由于天气冷，导致煤油需求量大增，供不应求。对此，中油也紧急做出回应，表示全台共有9处直营加油站都有提供散装煤油，供应充足，可以自备空桶来采买。不过，却被民众怒骂，自备环保杯都有折扣，一样是响应环保，为什么煤油却没折扣？中油也紧急处理问题，把货备齐，希望民众都能买到。冷风第一波来的时候抢得很凶，现在没有问题。这每一个礼拜的油价会做小幅度的调整，小桶的4公升一桶236，大桶的20公升一桶1040，我现在绝对不会有问题了。虽然中油拍胸脯保证，但就怕需求量大增，煤油会再度缺货。记者朱丁荣、王婷、基隆采访报道。
中天 YouTube， 所有新闻直播和影音在中天新闻网都看得到。中天新闻网加中天 YouTube， 一起壮大监督的力量。今天我们酒店有贵宾的，是我错，是。你别。我认识他就没有什么好事，他就是想报复。他可恶！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中天娱乐台，我喜欢你。想背着背包自我放风出去走走吗？人们真的很需要一个和自己合拍的背包。一个粉红色的背包可以改变一天的心情。如果你帮他背背包，他会记得你的贴心。中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 系列多功能双肩后背包，樱花粉、奶茶色两款，内有夹层可装 Notebook， 即刻入手，请上快点购。有您的支持，中天 Keep Going。中天文创 Keep Going 2023系列，我们所标志的精神就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呢，请记得带着勇敢与胆识同行，纵使遭遇千难万难，请不要忘记初心，朝着心中的鼓声前进，永不放弃。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 Keep Going 的背景小故事。 Keep Going 是中天新闻全体同仁在线上票选出来的中天精神 slogan，你们懂的，让我们一起继续前进，坚持下去。那么现在就跟大家推荐这个中天 Keep Going 的双肩背包了，这个多功能的多夹层可以装笔电，也非常适合学生或上班族使用。双肩的背包可以分散你的力量，保护你的脊椎跟腰，那对于长辈朋友也很适合。有两款颜色都是暖色系的，我个人比较喜欢粉红色，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粉红色，跟我的领带一样。好了，支持中天的好朋友呢，可以到快点购中天文创专区选购，记得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010， 额外享有优惠。我们看到台南市议会的选举呢，闹得沸沸扬扬啊，有三名国民党的议员跑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更盛传跑票一票2000万。台南地检署分案调查，今天一早7点多呢，动用上百人，兵分26路搜索，正副议长、三名跑票的国民党议员，还有郭在清等共10人的住处。检举人呢，事前也议检举检举人事前议员的谢荣介，他也说贿选案点检调早有掌握，以及最后的政策以及反复重金等相关的证据。3号一早7点多，台南地检署调查局警方动员122人，兵分26路搜索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以及多位议员住处和服务处，杀的当事人跟工作人员措手不及。没有啊，他就一下就走了，就是可能就是看一下监视器啊，就是这样子看的。跑去第几点的？8点半来到9点半。地检署大动作侦办，都是因为邱丽丽票由李文俊议员投出。台南市正副议长选举爆发贿选案检调立案调查，一早前往台南市议会，民进党正副议长邱丽丽和林智展，国民党跑票议员李文俊、李正国、张世贤，无党籍议员黄立昭，以及民进党前中执委郭在清、南市党部前执委林世杰等人住处搜索，侦讯后移送复讯。但基于侦查不公开原则，无法对外说明相关细节。侦办进度地检署不透露，但这次贿选案疑似跟88枪枪击有关，甚至议员被带上车聊一下，选前申请警察保护住进议会，外界会声会影中，民进党顺利拿下台南市政府议长宝座。那所以才会有前金后谢，那最后呢，在启动策反的时候又下重金嘛。我相信所有台南市民进党籍议员支持邱丽丽议长责无旁贷。检调查贿选件值什么事，搜索人员涉案情节到什么程度，或是还有谁涉案，就等复讯后后续侦办动作来解答。记者赖冠璋、王书宏台南报道。桃园盖桃黑人家族绰号黑人的老大郭姓一呢，在2号下午在桃园住家出门倒垃圾，遭到埋伏已久的黑衣枪手近距离连续猛轰，倒在血泊中身亡。警方在现场找到了7枚的弹壳，死者身上还发现9处的弹孔。4号早上就要解剖厘清案情，只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行刑式枪决，缜密的犯案并且逃掉的过程，警方不排除枪手逃亡出境，正在全面的追捕。
绰号黑衣人的被害人郭信一才刚走出家门，黑衣人立刻冲上去，近距离开枪猛轰，一枪、两枪、三枪，只见拔腿逃命的郭信一中弹倒地翻滚，但黑衣人依旧不放过他，面对面再补三枪，大街上连续狂轰六枪，行刑式枪决。只是出门倒垃圾的郭信一瞬间倒卧血泊，遭狙杀身亡。他一定他那个倒垃圾，我就看他追着他跑啊，就像砰砰砰，我说开枪那么大胆，埋伏大概有一段时间哦，人都没有下来。连续枪声。邻居惊吓连连，出门一看，只见郭信一呈大字形趴地，没了气息。他中枪的位置多在要害，包含左右肩膀、锁骨、右手掌及左腹，全在上半身。原来枪手早在元旦当天到场勘查，2号下午2点多埋伏家门口绕了三圈，在正对面找到车位，躲车上监视。穿黑衣偏瘦的嫌犯等了2个多小时，一看到郭信一一出家门倒垃圾，立刻狂奔猛开三枪追逐过马路，被害人中弹倒地，还再补三枪，短短6公尺。连轰六枪毙命，直到确认郭信一死亡，这才跳上车逃离现场。妈妈、弟弟、儿子哀痛回现场招魂，但儿子跪地拔杯时，竟一度拔杯，让他跪啼狂喊：“爸爸回家了！”试了至少10次才换回魂魄。但离奇的不止这样，警方一路追凶，竟只追到火烧车。根据了解，监视过后发现疑似烧毁的枪支及2枚变造车牌。凶嫌从桃园作案后，把车丢往20公里外新北树林没人没电眼的偏远山区烧毁灭证。警方研判同伙接应逃离，甚至一路绕啊绕，狂射断点，怀疑他往机场逃离出境。整起事件缜密谋划，到底有何深仇大恨？2019年桃园金爆车行挟持枪战，九名人质成功获释，就是由郭信一出面劝降。2021年他还居中协调赌场大亨被掳案，签下5100万本票，警方这才抓到红人会犯嫌外传放化药偷回来。也有传言指出郭信一涉入一起1亿元毒品案，因毒热杀鸡。桃园角头黑人家族领袖从收保护费起家，到观音杀警案提供枪支变身黑道军火库，近年低调游走黑白两道，怎么也想不到表面风光的教头老大竟因为倒个垃圾遭行刑猛轰，命丧街头。记者刘志展、杨杰、洪玉兰，桃园报道。接下来这则新闻真的很悲痛哦！台中市惊传一起人伦悲剧，一名未婚妈妈在网咖上网时，突然间一阵腹痛，打电话叫干妹妹赶快到药局买止痛药。不料干妹妹到达时呢，婴儿已经生出来了，还疑似被亲生的母亲给掐死。那目前全案还是依照警方持续的侦办当中，将朝杀人罪方向送办。警力在网咖内来回踩阵，因为在不久前这里发生弃婴命案。事件发生在台中中区台湾大道一段这间网咖，2号晚间8点多，24岁潘姓女子腹部突然绞痛，先是打给干妹妹求救，要她帮忙买止痛药。没想到干妹妹10点多到达网咖时，却惊见一个刚出生的男婴全身僵硬发干，已经明显死亡。刚发现的，警察来，警察来，乱。不是你们做清洁的时候发现的，不是。网咖业者无奈表示，是直到员警前来调查的那一刻，才知道店内有婴儿死亡。据警方初步了解，潘姓女子没有婚姻记录，而且这已是她第二次怀孕。前年潘姓女子怀上第一胎，不过当初的生父不愿意照顾，后来就将孩子送人抚养。没想到今年再度怀孕，潘姓女子可能知道自己无力抚养，于是在网咖包厢内缠下男婴后，就跪姿掐住男婴，疑似因此失去生命迹象。但由于潘姓女子长期未与家人同住，所以家人表示也不清楚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而到场的救护人员同心表示，婴儿的头发茂密，看起来本该是健康的宝宝，没想到竟然发生这样的悲剧。目前潘姓女子已经被警方带回厘清案情，全案朝杀人罪方向侦办。至于男婴究竟是外力介入还是生产前就已经死亡，还有待检方进一步调查。记者王志远、陈嘉伦台中采访报道。你们都有去应征工作的经验吧？但是你知道吗？应征工作前要先缴一笔报名费，这个很傻眼呢。有一间公司要征呢法律相关工作的职务，但你先得缴600元的报名费，让很多网友笑骂说这个应征还供参数吗？对此，这家公司表示哦，因为太多年轻人将还要来应征，却又放鸽子收费，只是不想浪费同仁的时间。但对此，劳工局也表示了面试收费确实不妥，将会请业者做出说明。
会新鲜人面试起薪本来就不高，但如果参加面试还要先缴报名费，说得过去吗？会不会是另外一种他们赚钱的方法？在你还未知的状况下却要先付费的话，就有点让人家觉得有疑虑。有一家公司征法律研究助理，薪水28000起跳，同时征法律研究专员以及高级专员，应征分为两个阶段，但需要先缴600元的报名费用。专人联络，确定他合乎资格，再让他缴报名费。我们是要确认他确实有可能在我们指定的时间会出现。法律上面是没有明文禁止的，所以其实只要双方约定好，是可以跟面试人员来收取费用。消息一出，网友炸锅，吐槽说付费是有什么精彩的表演吗？还是有公餐食宿之类的吗？出考要缴报名费，薪水还只有30000，应征还要付费，真的很神奇。放鸽子这件事情，对于我们业者来说确实蛮伤脑筋的。已经约面试的这些同学或者是面试者，我们会提前先跟他做一个 double check。 雇主招募或员工不得扣留求职人或员工的财务或收取保证金，所以我们会请公司检视他们的报名费的收取的利益为何，那避免求职人权益受损。人资主管表示，年轻人面试放主管鸽子的频率确实升高，但是面试收费也会让人却步，建议先电话沟通，弄清楚双方意愿，避免后续衍生困扰。记者周天杰、杨思旭、王一仲台北报道。韭菜水饺、韭菜盒子和炸蚵爹、炸蚵爹，不少民众特爱这个韭菜呛辣感。但是受到天气的影响啊，韭菜嫩芽冻伤了，根本长不大，导致供应量不足，市场价格涨了将近1倍，小吃业者成本大涨，吃不消啊。韭菜盒子、水煎包塞进了满满内馅，不少人特爱这种口味重又带点呛辣的韭菜味儿，最对味。或者是传统小吃炸蚵爹，韭菜搭配蚵仔更能衬托海鲜鲜甜，独特的香气是其他蔬菜无法取代。但今年冬天韭菜价格大涨，小吃业者成本大增，咬牙苦撑。前年差不多六七十，最贵到80，现在110、120、130元，当然压力很大。韭菜产地80%集中在彰化，上个月冷气团报道，加上日夜温差大，白天20度，晚上不到10度，韭菜冷得受不了，根本长不大。农民说，风害加上寒害，让受损至少50%。就算价格高涨，但交不出货也是枉然。市场韭菜一把三台斤，从原本60-70涨到120，翻了将近1倍。假使成本降不下来，饺子、煎包这些街边小吃，接下来恐怕也会酝酿一波涨价潮。记者陈胜伟、林元斌、吴鹏新彰化报道。有位民众买了连锁超商的便当带回家加热，却享用时发现明明是熏鸡双肠便当，却出现3根白色鱼刺状的物体，就像这张照片这样，还不小心吞下了一根。网络上 PO 文一出啊，马上热烈讨论。眼尖的网友发现，原 PO 因为把自己便当倒入自己的容器去加热，因此要向业者求偿，这恐怕是不容易耶。超商微波便当是学生或是上班族方便的好伙伴，但是有民众却吃出了一肚子惊吓。饭还没吃完，汤匙里摆着3根体积不算小的尖锐针状物。消费者困惑地表示，明明买的是烤鸡便当，怎么会出现3根疑似鱼刺的异物？气得po文大骂，已经有一根不小心吞下肚，真的很夸张，下次不敢买了。网友搞笑回应，可能是鸡不小心吃到鱼，别人是鸡蛋里挑骨头，你居然可以烤鸡里挑鱼刺。不过也有眼尖网友发现，有问题的便当用的好像不是原本超商的容器，他这个盒子好像是他自己的啊，应该用原包装会比较有说服力啊，因为他没有办法证明嘛。实际买超商便当，仔细比对消费者 po 文当中盛装的容器，的确不是超商原本用的白色盒子。网友回应，如果更换容器，店家就能够选择不赔偿，因为谁知道是不是家里的容器出了问题，可能就没有办法证明说是某一家的东西，就会想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对此超商回应，有接到当事消费者的反应，立即请厂商了解当中，建议民众万一买外食吃到异物，应该要立刻留下检体，并向客服反映。若想更换容器，在更换前先仔细检查内容物，并录影存证，才能保障自身权益。记者杨世勋、翁佳玉台北采访报道。
台北市一间知名的美学中心日前遭到警方突袭搜索，这间美学中心疑似进口非法的脱毛仪来为客人进行除毛，开业六年了，不法获利高达了上千万元。警方接获了检举，将公司的负责人和张姓店长都送办。那法院裁定呢，张姓店长五万元交保。警方持搜索票突袭，美容业者被吓到花容失色，不断跳针尖叫。警方大规模搜索，全因北市这间美学中心疑似使用非法机器。警方搜出海量千元大钞，这些全是不法所得。警方勘查店家账目，证实坐落在北市基隆路这家知名美学中心，以每台四万人民币成本进口非法脱毛仪，还谎称不需要医师资格就可以操作，开业六年多以来不法获利上千万。住处啊，起获不法利得啊，590万元。最后啊，因违反医师法及药事法，来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来继续侦办。住家一搜就是上百万，警方更发现这家美学中心多次和艺人合作，在脸书大肆宣传自家除毛服务，借此吸引民众上门，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事后，黄姓负责人以及妻子张姓店长双双被法办，讯后以五万元交保。警方提醒民众，爱美也得睁大眼，如果有医美需求，最好确认诊所是否有合格证书，以免变美不成，反倒发生危险。就张子由涛台北采访报道。看到这则新闻，我真的有点吓到，因为接下来我要准备去露营了。在高雄六龟山区一处露营区呢，传出有偷拍事件，有民众就PO网指控，晚上洗澡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这个浴室的细缝中伸进了一只手机在偷拍。那游客是鼓起勇气用手抓住这个镜头，对方吓到落荒而逃。报警之后呢，在营区到处询问，发现被偷拍的恐怕不止一个人。那目前呢，警方也正在调查当中。那目前呢，我可能去露营也不会想洗澡了。打开莲蓬头开始洗澡，突然右下角出现亮光，居然伸出一只手机，镜头朝上偷拍，把洗澡的女游客给吓坏了。 PO 文说洗澡时隔板下方有不明黑色物体移动，确认后居然是镜头，而且还连拍两次。游客自己模拟从外面隔板下伸进镜头，果然可以拍到整个浴室，女游客恐怕早就被看光。有人偷拍啊，他有看到他的手机名号跟什么外壳啊，他就说很多人被偷拍。当时洗澡的游客看到一只手机，先尖叫，发现手机没离开，鼓起勇气拉他，对方才挣扎逃离。回到营区询问，发现很多人都有看到偷拍镜头，大约是下午到晚上共三个时段，恐怕受害者还有很多。我真的是先用一个木头和一揪出美丽别那样，因为张林洗啊。但游客不满，当下业者是封锁了出入口，旁边还有小路，根本方便偷拍嫌犯脱逃。事发在跨年夜，高雄宝来这处露营区，虽然从外面遮住缝隙，但偷拍事件已经传开。也是有个女生有看到手机，要不然也没有人知道。很棒的啦，不然要躲起来的话，又不知道啊。我遇到这种事情，我们不愿意啊。游客当场报警，在场检查手机，却没发现偷拍者。由于营区没有监视器，要找偷拍嫌犯困难重重。兴高采烈露营跨年，洗澡看见偷拍镜头，受害者的惊慌害怕可想而知。记者高雄综合报道。看到一堆网友竟然攻击我说我不喜欢洗澡，然后还说很多人都不想看，你们真的太低估我了，好不好？还有人说到这个东西呢，真的是要小心啊，不单是在露营区啊，你在平常公共厕所或什么呢，上厕所都要眼睛放亮一点。好了，我们看到这眼睛放亮的还有什么呢？边境呢解封啊，一名51岁的妇人凌晨三点呢刚从泰国曼谷搭红眼班机回到台湾，随后他又开车送小孩去上学，结果就因为精神不济嘛，想睡觉，眼睛就没有张开了，整辆车就开去撞派出所门口的警车，什么车不撞，直接撞警车，还骑了上去。那路边两名骑士也差点被波及到，险些酿成了追撞，整个过程也超惊险的。那警方当然在第一时间也马上赶到现场了。上午八点多，白色休旅车开着开着，突然往右偏，撞上派出所前的警车。瞬间，休旅车失去重心，右前轮还往前撸，整辆车骑上警车，卡在警车引擎盖上，力道之大，连路边的变电箱都被撞到，大力晃了一下。当时后方有两部机车也差点被波及，发生追撞。事发后，女驾驶急忙下车，跑到派出所自首。事发在台中北屯路，警方调查肇事的51岁妇人，凌晨三点才刚从曼谷飞回台湾，一早送孩子去上学，疑似精神不济才会自撞。他是说他只是一时的疏忽，然后想事情。最后，警方出动拖
拖吊车将警车往后脱离，修理车才总算回到平地。虽然轮胎车身都受损，但幸好无人伤亡，真是惊险。记者韩志信、徐文、王世涵台中采访报道。我是林家元，2023年我坚持思想是自由的。我是刘云秀，2023年我最爱颜色是自由的。我是麦玉杰，2023年我希望选择是自由的。你也是吗 ？Let's keep going。天文创品牌 Keep Going 七年献礼，推出 CTI Keep Going 2023主播 Shop 照，呈现和播报新闻完全不同的风格，来传递中天精神。支持中天，支持你喜欢的主播，请上快点购中天文创专区选购，一组四张，开放预购中，千万别错过哦！全球华人接耳下载，实时掌握，无远弗届。世界在走，帆报要有。您可以更省钱，也更方便，赶快免费下载翻报 App， 传统报纸数位阅读。中国时报、旺报、工商时报不花一毛钱，一机在手，三份报纸一手掌握，这里带您抢先体验。翻报 App 免费读报的第一神器，特别推荐给您。爱台湾就是让台湾人过好日子，真道理性，真爱台湾。您收看的是中天新闻。